从何处降上天真的人偶，无知的双眸注视什么？夜空中星光之雨不停欢呼，那是无色的梦。这就是被人称为灵魂的种子，简单的仪式从此开始，倾听着夜空中亡灵的诉说，将那思念全部化作歌声。能不能看清眼中的泪水，勾出生命的颜色？其实那是模糊幻之影，夜里人颤抖，纯粹的过去与缥缈的未来相交，声音不停颤抖，似乎在那不断反复的话语之中祈求着什么。请告诉我，为何心不停地跳动，这颗心究竟装着什么？告诉我，人到底在守护什么？心中逐渐刺痛，这就是悲。